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等许多的一流学府做过精彩的演讲，也刚刚呢在我们香港的中文大学和本地的许多学者做过交流。因此今天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我们理工大学的朋友尽可能地提出一些尖锐的有挑战性的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给刊物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索达基堪布。索达基堪布一指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修学多年，不但承担着佛学院汉僧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同时也努力将藏传佛教的智慧宝藏传播到汉地乃至全世界的华语地区。堪布已经出版的著作与翻译作品达到100多本，而且目前仍然笔耕不辍。近年来堪布更通过网络、视频、微博等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广泛地传播佛法，接引善信，并且身体力行地投入办学、助老、护生等等慈善活动。堪布经常说，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但是只要有一口气，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法，我也会尽心尽力用佛法来饶益他。我们慈悲的堪布现在已经在场内，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堪布上讲台。国学会的会长甘耀全先生致欢迎词，大家鼓掌欢迎。用那话筒吗？他们喜欢听广东话。首先好欢迎我哋啊。索迪吉·堪布嚟到香港理工大學就立會安排的講座去講我哋今日的題目，亦都更加多謝各位嘉賓，我哋不論是我哋學校的朋友或者係外面的朋友，因為如果冇你哋嚟咧，咁啊堪布就冇法子講到法，即係你哋係好重要，首先多謝大家先。其實來說呢 Campbell 的著作真的很多，而且是很好，我很多年前其實在國內已經是有機緣接觸過，也是請了很多他的書法來讀，今天是很高興，因為終於我竟然是可以見到他，大家都有這個感覺是吧？我都很高兴，因为你的著作啊，你的演讲我都听很多看很多啊，今天能够看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法喜充满啊。我们下雨嘛，没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我们他们录影了，我叫他们录影，然后拿回去放给国内的朋友看的时候，就不晓得这个佛教会长在干嘛，讲话不行。可是长话要怎么说啊，就是说我不希望把时间耽误在我这边，我还是再一次的很高兴，也谢谢各位来听演讲，也谢谢堪布来替我们演讲，我就不讲话了。好，下面我们请堪布为我们正式开始演讲。各位大家好，也很高兴今天来香港理工大学啊。刚才进了大学以后，我跟
甘慧章和还有我们几位一起参观了一下理工大学的一些建筑，好像我感觉上呢，这是也是跟这个我们思远的建筑的有些风格和一些颜色都比较相同，给我带来一种很温馨的这种这个感受。也听说这个建筑呢，是英国剑桥牛津就是牛津大学的这个有些建筑模式啊，就是 copy 过来的，所以也有带有一些好像这个工业革命这个时代的一种这个建筑的体系，对人带来一种就比较非常这个开放包容的一种形态。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故事会的会长为主的大家一起啊在这里聚聚，也是一种因缘。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这个因缘二生，因缘二灭，世间人也是经常说有缘千里而来无缘隔离不是啊，就也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聚会呢，应该说是有因有缘啊，有生有因有缘的。那么这种缘分呢，就是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智者学者啊，应该是对佛教的一种信心，对佛教的一种敬仰，这么一个因缘，就是让我们聚合在这样的这个理工大学的这讲堂当中。那么我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的话题呢，怎样面对痛苦啊？就其实这个痛苦呢，在我们三界轮回当中来讲，应该说是众生是非常多的啊，痛苦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没有处理痛苦的人，给大家这个讲这种方法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不一定很合理的。但是呢，我毕竟可能这个学习佛法的时间呢比较长，自己不管是在这个学习研究或者是这个修学，在这方面是从小都有这种兴趣，后来呢也多年一直善知识，在这方面呢就是从事一些工作。所以让我来讲的话呢，在某些意义和层面上呢也可以呀，就文字上就是我可以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那么这样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痛苦啊这其实是痛苦呢应该说分类是比较多的，大家在座的人都研究过佛学啊，痛苦呢，我们按照人类的痛苦来讲，有苦苦啊、辛苦啊，还有坏苦，就是这三个苦叫做是根本三个根本苦。还有呢，生老死病的痛苦啊，求不得苦啊，缘增慧苦啊，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分子的痛苦。还有我们这个印度最伟大的这个学者啊叫这个升天论士。升天论士呢，就是他说呢说这个生者呢就是为这个依苦啊，灭者呢就是从生生啊，就是灭者从生生，既有次而苦，日日换世间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的苦呢就是有两种类别，一种呢是上等人物的痛苦，上等人物的痛苦呢他不会这个就计较，就是对身体上这个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这方面的是没有的，但是呢从心理上的比如说对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地位的竞争啊，或者是对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名声啊，就是这方面的痛苦比较多。而一些小人物和我们实践所谓的小人的话呢，可能就是整天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等等，有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两种痛苦呢，实际上摧毁着我们的这个人类世间的众生啊，就是世间的众生的话呢，就是日日都是沉溺在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当中。所以这种痛苦呢，
应该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大多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可能感触蛮深的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在实践当中呢，有钱也是很痛苦的，无钱也是很痛苦的，不知道怎么样，这轮回当中就是非常痛苦。以前我们都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有真实的思想开放的时候呢，觉得是可能有钱啊，有财富的话，就是好像非常这个快乐的，但后来呢，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越来越我们的这个经济有一些这个丰厚的收入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通过这个幸福指数呢，就是不能这个增长的。以前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概括论啊，就是通过很长时间呢，就是通过很长时间的进行这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当时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幸福指数呢，是这个69啊，就然后2004年，也就是走过了10年以后，再进行去观察的，再进行去调查的时候呢，这个幸福指数是没有这个增长，就是反而下降了，就是67啊，就是60这个七。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人们有了钱的时候，可能这个幸福指数呢，就是已经上到70多了。但后来呢，就是这个经济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是反而越来越这个痛苦啊。就这种痛苦，因为这个比较这个强烈的原因呢，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啊，日日都是受到这个各种痛苦的人是非常多的啊。大家都可能知道一些新闻里面就是这样啊，就是像我们不说这个整个世界，就像中国的话呢，那么每年的那个自杀的人呢、啊，就自杀的人的是这个28万，这个就是28万多28万7，就每年自杀的每年分钟呢，就是有一个人在自杀的，而自杀没有成功的呢，就是说是有这个200多万啊，就是200多万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这个显然知道，在表面上看呢，每个人就是穿的衣服也是漂漂亮亮的，看起来也是开开心心的，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是一直呢，就是在就是损害这个我们的损害我们的，所以我们先要就是知道，人类呢就是应该有很多的这种痛苦这个所这个逼迫的。那么这种痛苦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其实在世界当中啊，应该是有这个痛苦是多啊，安乐是少啊，就这个是一定要了解。如果你觉得是这一点不太相信的话呢，我希望呢，多看一下那个有一个叫做是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讲这个四速谛啊，四速谛的前面呢，就是讲这个枯寂灭道里面的枯寂啊，就讲枯寂的时候，你会完全明白，就是确实人类的这种痛苦呢，就是非常就是多的。这一点呢，佛陀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也说过，就是说这个三界无暗，犹如火灾啊，就是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快乐啊，就像是我们处在这个火灾里面一样的啊。这一点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有点过分呢，就是不会这样吧，我们过得很快乐。以前有一个人特别爱喝酒，他跟我说啊，你们说轮回艰苦，其实不苦啊，我天天都是喝酒，特别舒服啊，特别快乐。但实际上按照那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大的教言来看，就是你这个喝酒而陶醉的这种这个意识呢，就实际上是这是一种疯狂的意识，你根本不能认为是你是快乐，就是当时你的原来的正常的心态都完全已经失态了，在失态的状态当中，你认为这是一种快乐，就是其实我们实践当中呢，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就是什么是快乐的，这种人呢，就是反而认为是这个快乐，就这是一种颠倒，也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这个现象。我觉得不仅是佛法当中，实际上你们可能看过吧，美国一个这个历史家，就是美国一位这个历史学家呢，就是叫这个达令啊，就是达令，就是他经过这个6年的这个观察，就是人们的这种这个幸福，后来呢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的历史》啊，我看过，就是有中文的。在这一本书当中呢，就是他在这个多年的研究，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这个幸福，但最终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作为我们的人类啊，
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啊。他最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就这个三界乌安跟这个现在这个科学界和这个历史学家呢，他通过多年的这个研究观察啊，就了解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我们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呢，觉得还是痛苦是主的大多数。这一点呢，我看每个人都是可能要了解，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们佛教的有些修行人呢，不绝对是啊，自己呢就是好像没有福报啊，就是自己呢就是处处都是不安啊，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啊，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些痛苦和所有的灾难所有的不幸呢全部是落到我的头上啊，有这种感觉。就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三界轮回呢确实有很多的这种痛苦，就是这种本性就是所这个参照着啊，就是应该是这样。有些人认为可能是痛苦也有快乐也有，但实际上这个呢就是痛苦的这个本性呢就是作为这个地啊，快乐的话呢就像我们本身这个布呢就是这个蓝色的，但上面我们用这个一块一块的白色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是应该是这个蓝色的，只不过是上面沾是出现的一个白色一样。我们的快乐呢就是在痛苦上面呢，就是有些时候的这种快乐呢只不过是你没有感受到痛苦的那一份的状态呢，就是你自己认为是这个快乐啊，自己认为是这个快乐。而且我们有些人认为呢，所谓的这个快乐呢，就是在感官上的快乐跟心灵的快乐有很大的差别。啊，感官上的快乐呢，比如说人与人之间互相这个身体上的摩擦啊，或者是听到一个声音呢，眼睛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呢，对你带来的一种这个快乐呢，这是我们的感官上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就是其实是通过一种这个，比如说现在的一些药物啊、科学技术啊，或者说是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可以。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理的这个快乐很重要的啊，心理的这种痛苦呢，就是大多数了。那么心理的痛苦要制止的话呢，我觉得必须要一个是这个传统文化的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种良药，只有这样呢，这个才能可以解决的根本上这个解决得到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这样的这种痛苦治疗方法上面呢，我认为很多人的这种这个想法呢，就是不想痛的啊。就现在有些人呢，就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他什么样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气，就我觉得也这个对着痛苦呢，就是现在的人应该是有三种，一种呢就是非常低等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有些人遇到特别痛苦的时候呢，就是拼命的去这个吸毒啊，就是吸毒。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吸毒的这种人呢，多少人啊，就是单能解决吗？不能解决，越吸越最后就上瘾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有些人呢，可能是就是什么这个喝酒啊、抽烟呐、啊。我原来有一个认识，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就天天说我就喝。这个烟呢就是戒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就是特别痛苦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到咖啡厅去，就是好好的抽根烟，然后呢实在不行的时候呢，我到屋厅里面去拼命的喝酒，就是喝醉了以后呢，我觉得是这是一种这个快乐，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比较好一点，就是这种方法也有。还有些人呢就是在不同场合当中，就是什么这个戒瘾啊，就是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行为啊，就是还有一些通过这个唱啊，就是唱歌，就是到一些这个什么卡拉 OK 厅啊，就是一些这个舞厅里面去，这个一些这个唱歌啊还有打麻将啊就花天酒地的，就是就把这个自己的意识呢，就是开始进行那个摧毁啊，就这样的。还有些人呢这个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痛苦啊，自己最痛苦的事情，我听说有一个国外的人呢，他最痛苦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泄在这个痣上面，然后把这个痣呢，就是用火来就烧了以后呢，就是他感觉比较这个轻松，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相当于是迷信一样的吧，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可能听说啊，就是到这个山谷里面去，就是使劲的高喊啊，就是说我这么哭啊，就这样，有些。特别痛苦的时候，把这个头这个碰到这个墙壁上啊，甚至有些人呢，心里特别痛苦的时候，把家里面的什么碗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全部
就大烂了，就是绝对心理受。有些人比较过分的，可能他甚至就是杀害有些人啊，杀害有些人。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啊，17岁的一个这个孩子呢，就是将把这个父亲和母亲全部杀了，杀了以后就自己道路上就是还是看了很多的朋友，就是主事情的喝酒啊，就是还觉得很开心的样子，就是就很愚痴的，就是这种这个行为啊。啊，听说有些人，比如说包括一些失恋呢，就是这样的话呢，那要么是自己自杀，甚至有些人呢，自己就是找不到就是自己的最爱的这个朋友的时候呢，就是要找一个比较，就是听有些大学生说，有些相似的，就是比如说，他就失去了一个什么这个穿着这个红衣服的头发长长的人呢，他非要就是像这个模仿他那样，就是找这样一个人，就是来就是暂时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满足自己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呢，就是比较这个不合理的啊，就稍微这个好一点的人呢，他就遇到心理痛苦的时候呢，就找一些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呢，就跟他聊聊天啊，或者是游山玩水啊，或者是看看一些这个像心灵鸡汤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书啊，就是因为在这些书里面呢，我也看过，就是像那个以前美国翻译的这个心灵鸡汤，前几年比较轰动吧，就是那这些里面基本上讲的是很多的一般的一些小故事，就是当看起来的时候一会儿比较舒服，但完了以后的话，没有像佛教那样就是特别这个一些深的这个窍诀来就是根除你的这种痛苦，就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但是呢，这也是一种这个。方法吧，就是还有一些人可能就问一些，比如说这个咨询他呀，就是会在解决自己的这个烦恼啊、痛苦啊，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是比较就是多的。但这种方法呢，我觉得是一种也是暂时性的啊，就是暂时性的可能就是痛苦呢，就是只是这个压制而已，只是把这个痛苦呢，就是不增长。暂时呢，就像我们这个吃西药一样的，就是一个止痛片啊，就是吃个一个止痛片，或者是这个头痛止痛止吐，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案而已，就不是从这个真正的根本上呢，就是解决问题的。但真正是要解决根本上的问题的话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这个佛教或者是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话呢，我也看过一些儒教和道教，就是包括就其他宗教的，但这些宗教里面呢，就是确实是没有完全能根除你的那种这个痛苦的这个根源的，就是只不过是有些行为呢，就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人来讲，或者是对有些道德观念、孝顺等这方面呢，就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个教育而已的。那么真正的我们去这个面对痛苦啊，就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一种。佛教的这个思想呢，我想跟大家还是这个有必要，就是像我所了解的，就自己呢不仅仅是这个了解，就是平时在这方面呢也进行过这个思考以后的话呢，确实是自己认为就是这种方法呢，就是最彻底的、最根本上呢，就是解除我们的这个痛苦。其实有一些烦恼和这个。这种痛苦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根深蒂固的，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个习气。那即完全根本上不能断除的话呢，最好的良药就是治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几种啊，就是就跟大家这个提供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像那个。讲一下，就是有几种这个方案，就是我觉得，第一种呢，就是应该是当你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教练书里面也是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痛苦的来源呢，就是我执啊，就是自私自利的信仰来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在座的没有也，当你这个特别痛苦的时候呢，可能为众生而这个非常痛苦的人应该是很少的。我觉得是这个很少的，为他人而痛苦的呢，就是这也是就是比也不多的啊，就大多数的是我自己这个心里面就是因为对我什么什么的这个原因呢，而这个产生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尽量的学习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些论点啊，就是从这个大乘的这个我的这个精神开始做起的话呢，真正是对你的。这样的这种痛苦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利啊，就有利。
有些实践人呢、以前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特别痛苦的人，后来呢就是开始学习大乘佛教，经常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做这个佛教的慈善呢、就是做义工啊，做经常就是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这些事情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原来你的痛苦呢就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消失了啊，就是完全都是可以消失了。所以呢就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就最好如果有大乘的真正的大慈大悲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最好不过，即使没有那样的话呢，就是但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这种这个传统这个思想就传统思想的话呢，我觉得它也是对我们人类啊就是这个挽救的一种这个妙妙之意啊。就记得以前在这个有一个资料上这个写的是在88年呢、就是88年的时候呢，有75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啊，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奖主呢，就是在这个法国首都巴黎，就是开了一次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这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就是当时这个最后通过的宣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类这个就是21世纪的人类，就是不断要这个生存下去的话呢，那么必须要这个回归这个2500多年的这个从孔子的智慧当中呢，就是吸取这个孔子的智慧啊，就是他们最终呢就是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会议的宣言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75位诺贝尔获得和平奖的获得奖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们就是最终呢就是照到我们在汉地的这个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这个孔孟思想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人类就将来这个生存最好的一种良药啊。但是我在想在那个时候88年的时候呢，可能虽然在国外呢就是带有很大的这个希望，但是在汉地来讲呢，就是当时这个孔孟思想就是遭到了就是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破坏。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在1973年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基本上这个开展这个批人批供，就是大1974年的时候呢，在全国各地就是就开始这个开展这个运动啊。就后来呢虽然这个运动呢就是不到这个半年的时间当中结束，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就当时为了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呢就是保留下来，害怕呢就是当时以这个儒教的这种思想呢就是对这个反党，所以以这样的一种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孔子的这个思想呢就是基本上进行这个批读啊。那后来呢到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我绝对是肯定是这个，虽然外面就是对孔子的思想就是抱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受到一定的这种这个灾难啊，就是包括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有很多的有识之士呢就是想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像这个恢复起来，但是呢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人，马上让复活过来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呢我们昨天在那个这个中文大学的这个学术研讨会上面呢，很多人对这个一个是佛教的这个思想还有传统文化呢就是相当感兴趣的。我从他们的这个文章和表情上呢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积极性就是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传统文化呢就是恰恰在这个别的国家当中的话呢就是都利用起来了，而我们自己呢就是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孝顺就尊敬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德行这方面的呢就是往往的现在就是没有了。好多这个大学生，好多一些这个老师的话呢就是连自己的是在这方面就是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如果老师自己的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的话呢，那么就是带学生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这些学生呢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文化气氛当中成长的话呢，那么他们带的这个下一代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如此，也是如此。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教育的意义上，应该在教育的一些内容上的话呢就需要就是再三的这个完善。完善怎么样呢？我们
现在人类需求的并不是一个分数啊，并不是一个你今天就是考的多少多少分啊，就是考的分数其实是不是很重要的。各个大学所录取的这些学生呢，大多数都是这看这个比较聪明的，但是有些聪明不一定是对人类社会是有利的，有些聪明的话那反而对自己对他人都是很这个有害的啊，有害的。从小的时候，从他的整个这个思想的这个状态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我遇到过一些大学生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呢，就是对国家的这个态度啊，就是非常的一种这个蔑视的态度。但是他自己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学问。如果有真实的学问的话呢，我们国家也是不怕就是被别人就是批斗啊，或者是辩论啊，就是会受到失败啊，就是不会怕。真正的国家的真理的话呢，他可以这个完全能经得起任何的这个推敲和这个观察啊，就根本不怕。可是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道理呢，就是一窍不懂，反而自己呢，就是凭一些简单的这个理论呢，就升起傲慢心啊。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教理啊，对儒教的教理啊，什么都是可以说是基本上就是不是很了解的。但是从表面上呢，就是升起的傲慢呢，就如同这个山王一样的。你们香港这里山很小，就是用山来比喻的话，那你的印象当中不一定是很高大的。但是我们藏地经常有傲慢心特别大的话，那如山王那样，就是如大山那样来比喻啊，所以自己的知识呢就是很低，而这个傲慢心呢特别高啊，就是所以磕磕生生呢就是就批斗别人，就是说别人的过失。其实这个一方面可能在人生当中是没有经验，你再过了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自己也可能会后悔了啊，就原来我在当时说的时候，我的这个因为的年龄，因为的知识呢，就是没有成熟的原因呢，就是说过很多非常可笑的这个话。现在说一说回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呢，也留下了就是很多的就是不可悔改的一些这个遗憾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教育也好，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用做做人的就是为人处事，尤其是德才兼备的这个人啊，培养的话呢，应该是从小开始这个建立起来。这种观念呢，就是对一个人来讲非常这个重要的。在古代也好，就是在别的一些这个学校里面的话呢，我们看这个人的学问是怎么样，但是也同时要看这个人的德性是怎么样。如果是个好人的话呢，即使你的学问不是很高的话呢，那么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来讲是应该是有利的。如果你的这个学问呢，就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没有人格、没有背信、没有真格的这个善良的这种这个人性的话呢，那么即使说你这个精通，就我们佛教的这个十二藏这个什么三藏十二部，或者说是我们实践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俗理化，就是实践的学问全部都这个一览无余的话呢，不一定是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第一个如果要这个真正能培养出自己的这种爱心呢，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很有这个必要的啊。就是联合国的中部的这个大藏僧呢，就是写的是孔子的这个己所不欲，这个勿施于人的这个词。可是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大学生呢，就是他们的会不会这样呢？啊，自己不愿意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别人也不要去做啊。我自己，受到这个生命的威胁，就是杀害我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人，可是我们怕死，但是我们天天都是吃的海鲜，天天都是杀害其他众生的话呢，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孔子的思想？这是不是我们真正这个能自讨自残呢？就是从痛苦当中这个能解出来的妙诀，就是要自己这个他人都要去这个思维这样的道理。就是这是我讲的如果我们修利他的话呢，不管是实践还是佛教，从妙方面呢，将这个减少痛苦呢，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就这是我说的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讲这个庄为道用啊，就是佛教呢就是说原来是这是一种就是非常就是大的这个痛苦，但是这种痛苦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庄为就是道用，也就是说原来本身是这个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你没有把它当做这个痛苦啊，就是你把它呢就是当做利用起来
我们比如说你生病，无主菩萨有一个快乐之歌。那么这个里面说的呢，当你生病的话呢，你要高兴，就是为什么呢？你有生了病以后呢，我今生当中消了很多的这个业，就是所以呢，我还是要好好忏悔，就是有一个机会。然后我没有生病，身体健康的话呢，也很好啊，就是我这个没有生病呢，我很好，就是我现在身体健康，我做很多这个善事。我如果有多多的钱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我可以积累很多的财产啊，就什么这个资粮啊，我做很多的这个善事啊，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包括佛陀在毗卢经当中也是这样的，就如果自己没有特别清浊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以前世的福报形成的话呢，一个出家人他可以坐在这个500乘高炉里面的话呢，也是允许的啊。一个人有500乘的大炉的话呢，出家人也是允许的，而且一个人呢就是穿这个10万这个银币的这种衣服的话也是可以的。印度当时的这个生活，佛陀在毗卢经当中是专门有的，所以这个有些出家人就是如果真的他自己没有什么贪欲，也没有什么轻浊，以福报而先讲的话呢，那么你就是就这种都是可以的。所以有钱呢，就是你也不要去痛苦。有些人啊，有钱呢，我怎么办呢？就是很痛苦的。有些人没有钱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就是对这些财产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去这个担着啊，就是没有去担着，就是所以说，自是把这个痛苦呢，就是转为一种这个道用。以前爱因斯坦也说过，他说啊，通向这个人类最伟大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唯有一条路，这就是艰难的路。啊，就是说我们遇到这个艰难的一些痛苦的话呢，实际上这是对我们一个最好的这个办法，就是把每一个痛苦呢，就是你可以把它这个不被它这个压制啊。这个实践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也比较这个切身吧，就是以前说有一个农村里面就是有一个特别深的这个井啊，水井，然后最近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路子掉在这个下面去了，掉在下面去的时候，那些当地的农民想把它捞出来，就结果非常费劲，就是没办法。回来就是他们说这个路子呢，就是已经涝了，就是算了，就是用把这个土就是填，这个填上啊，就是把它埋了。然后呢，就是那些人呢，就是用这个推敲，就是开始在上面就洞里面就是开始进行这个填土。填土的时候呢，就是路子他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旱了，就旱了以后呢，他也觉得没有希望了。每一次这个土粉呢，就是倒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呢，自己身吐一吐，就是然后使劲的把它煎菜，煎它在这个下面。结果慢慢就是这个土啊，就是填得越来越多，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土啊，就是菜在这个下面，就是然后填满了以后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炉子呢，就自己泡了。那么这一点说明是什么呢？我们每一次遇到任何一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土啊，就是建在这个脚下一样的，就是就不被这个痛苦呢束缚。到了最后的时刻呢，就是就像炉子离开了它的这个掏开了它的这种仙境一样的，让我们呢就是完全彻底的是可以离开了这种痛苦。这是我们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噶当派的修行法里面呢，就是特别特别多。比如说当我这个当官的话呢，就是也很好的。我的有个同学就是他正在那个竞选，就是他是一个比较这个不错的一个领导，就是然后正在竞选的时候呢，就是他没有去就是奔展，然后旁边的人说啊，你怎么不去做做工作啊？他说没事，那万一没有先生怎么样呢？他说万一没有先生很好，我可以好好修行呢。那如果先生也很好，我可以利益众生呢。他从两方面呢，就是可以抓住这个机遇。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都觉得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随缘呢，就是变成违缘；有些时候呢，原来是你的这个违缘呢，就是变成这个随缘的。所以我们这是一种这个叫做是这个这叫做是这个痛苦转为道用啊，就这种方法很好。然后第二种呢，第三种呢，我们要有一种这个自他交换的方式来就是制止痛苦。自他交换这个也很重要的啊，就是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快乐呢就是给众生，就是心里面就是经常这样观想。当我这个
生病啊，当我的这个名声就是遭到这个破坏啊，或者说是当我这个贫穷这个沦落这个无依无靠啊，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是想到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这种痛苦啊，就全部呢就是让我来这个承受，而我的这个快乐呢，就是通过我的这个呼吸呢，就全部都是给别人，就是让别人呢就是就像穿衣服一样，就是马上得到。我平时经常呢就是这样修持的话呢，那么我每时每刻就是感受的这些痛苦呢，全部都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在这个大乘法当中呢，就是修行的很深的一种这个就是教研呐、啊。其实实践当中也是有以前这个贝多芬呐、啊，就是他也说过，他说是世界上是最杰出的人呢、啊，就是把这个痛苦呢，就是换成这个欢乐的啊，就是实际上最伟大的、最杰出的这些人的话呢，实际上把这个真正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换成这个快乐。这也是可以说现在人就是所谓的这个换位思考，就是完全是相通的，这也是很这个重要的。然后像第四个呢，就是跟大家说，就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最好是有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空性见解来这个设置，这个是完全可以根本上呢就是让这个解决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些痛苦呢就是全部都是分别念来的啊。那么分别念来的话呢，我们先知道这种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以空性见来断除啊，就是像这个升天轮是在四大轮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怎么讲的，就是分别念呢，就是分别念的话那就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啊，就是分别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事件的虚妄分别或这个什么这个真见呢就是真这个空见能处啊，就是证这个证到这个空性的见解以后的话呢，完全呢这个断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空性见的话，确实不说是像一地菩萨那样的就是最高的空性见解，但是对我们的心灵和对世间就是稍微有一些空性的这个认识啊，我都建议我们希望呢就是多学一下一些中观根本慧论啊，中观四般论啊，就是这方面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话呢，现在很需要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啊，很多人皈依佛门十几年了，但是呢就是现在对佛教的道理一窍不懂，这是自己呢就看一看一些这个书啊，就是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佛教徒。现在我们佛教徒有两个盲点，就是第一个呢，知识分子呢，很多人就是什么这个写论文啊，就是然后研究佛教啊，我读什么这个佛教的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呢，实际上根本没有花时间，没有像那个藏传佛教在这寺院里面经常这个江边著文思修那样就是花功夫啊，没有这个花功夫，在这样的话这个人生面很肤浅的，很多博士论文，很多那个什么这个对佛教的一些评论的话呢，就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实在的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就是特别简单，而且自己还傲慢就如山王一样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很多或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系统的这个去学习，就是这是一个必要的。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什么就是一些心中的话呢，就是有点迷信啊，成天的求求观点啊，加加吃啊，就是那这样就是然后自己呢就是根本找不到什么，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迷茫的这个行为，就是一定要就系统的认真的要以自己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学啊，我们学一个中医的是要多少年，至少也是佛教徒要当的话呢，就是至少也六年，我们想一想时间的这个六年的话呢，就是其实还没有这个小学小学刚刚毕业，然后时间的九年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就是不知道你们香港这边，我们那边说的是这个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你们是不是这样提的啊？你们也有这个名字吗？啊，资本主义也有啊。是这样，我们九年义务教育的话呢，那么这个初中才读完，我们学习佛教，我们算一下，佛教是其实远远超过世界化的，那么我们没有系统的学习，光是办个皈依证啊，然后有了这个观念的时候去就很多人没有系统的学习，不管是说话做事情很多都特别迷茫，问题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特别需要就是在这个
各个地方呢，就是展开一个真正的这去这个学习。其实佛教不是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别艰难的，它既要有一种实修的，也要有一种文字的这个理论。其实理论跟那个实修呢，的确是就是刚才我跟那个就是这个范会长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互相交流，就是确实我们都有共同的这种这个感受，就是这个光有一个理论的学术也不行，就是还要这个实修，光有一个盲修相念也不行，就是还跟这个理论的这种依据，这两者呢，就是我想任何一个人啊，就是都不一定要就是值得这个下功夫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佛教徒呢，就是只是这个生存一种这个名称而已。因此在我刚才的这个话，就是话说回来的话，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如果你真正是对自己的空性呢，就是就有所了解，对自己的痛苦呢，就是慢慢让这个减少的话呢，就是有关中观方面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也一定要就是去这个文字了，这样就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中观这个这个根本慧论啊，就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可以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完全弘扬给世间的呢，就是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啊，我看过就是应该世间和出世间的许许多多的这种书啊，但其中呢，就是我看到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书以后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升起无比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啊，就是在座的知识分子呢，我很希望呢，就是从那个中观根本慧论开始去这个看看的话呢，100%就是肯定是对你有这个帮助的。那么龙王菩萨的根本慧论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说到了不生不灭不长不短，还有呢就是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就是什么这个楞处是因缘三灭住息论我系树逆佛主所中第一，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的话，那么真正的我们一切世界的这个真相呢，就都已经这个说的这个淋漓尽致了就的确是不管是我们心的本性也好，实际上的人和这个痛苦的本性也好，或者是玩世玩物的本性的话，其实是真正这个讲不生不灭的不长不断的不依不依的不来不去的这一点一品一品的，就是龙菩萨的从这个第一品到27品之间，你们去好好的观察一下，是任何一个科学家，任何一个理论学家，他们来的话的是没办法就是破的昨天中文大学的有个别的教授就是说，这个现在有些大学生讲了一些这个故事以后呢，就是他们相信不相信就是怎么办，我说不用讲故事，就讲故事的话呢，他们也听惯了就是这个神话故事，他们看惯了就是动画片，就是说一说就没必要给他们讲故事，一定要讲中观和英明下术，看看这些人的这个傲慢就是怎么让这个摧毁，你先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人的傲慢摧毁完了以后的话呢，你再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再知道是就是佛陀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这个出现他的这个真理的话，2500多年以来，世上涌现过这么多的智者和思想者，都没有这个退反，而还完好无损的这个存在。而且实际上现在你们都知道，原来在这里这个《人间福报》的一个报纸上也说了，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2009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是当时在日内瓦开了一个五大宗家的这个世界性的这个会议就所有的这个宗教呢，通过选票的时候，最后佛教这个得的这个第一，得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佛教的智慧，一个是佛教的慈悲包括当时参加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以及这个犹太教当时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这个200多人的话呢，他们都没有把这个票投到自己的这个宗教投给这个佛教，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是自从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这个依赖，就是没有出现过，就是以佛教名义来，就是出现过任何这个战争同时呢，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利益，就是无骗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而佛教里面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完全是对这个人流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呢，就是都这个研究的非常透彻，不管是天文学、医学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和时间的就是最高科技，就是去这个研究的这些的话呢，其实佛教中都是早就已经做的是非常这个圆满的
啊，非常这个圆满的。我在那个复旦大学的时候用了一个这个中国这个科技大学校长的一个话，就是就这个我确实这个对他的这一句话就是很赞叹的。这个他最后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这个科学家就辛辛苦苦就是跑到山顶上的时候呢，其实佛教的道士呢就是早有在山顶上已经登台已久了。啊，对，这一句话就是具有深刻的这个意义啊。我们佛教的这个真正的教理当中呢，现在天文学家，现在这个历史学家，所有的这些学者呢，就是不管是他发明什么，他创新什么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都找到了就是他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呢，就是确实有把握，就是任何知识分子勉强的话呢，我们从这个道理上，我如果说不赢，我的口才不好的话，那这是我的过失。但是佛教的教理呢，就是绝对在任何真理呢，就是不会这个推翻的，这是我们有这个把握的。所以我这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空心剑呢，一方面是对你这个个人通过这个修行之后呢，的确也就是让就是端出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握持啊，就是包括我刚才提的这个中论当中呢，就是用通过观胆这个方式，这个通过干树枝和硕干树枝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去观察啊，就是你法何有我，你何有人，泥人何有法，就是有这么一句。如果离开了法以后，怎么有干树枝？如果离开了这个人以后，怎么会有干树枝？缩干树的法，这两个之间，能干树与缩干树之间呢，就进行有对比和观点的这种观点的这个观察。我们一观察之后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真的是我们天天叫苦连天，说是我痛苦，我痛苦啊！真正的这个我痛苦的我在哪里啊？然后我痛苦的这个干树枝苦在哪里啊？这样子进行对比的时候，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啊，这是道理上是确实苦不在，但是呢，我们所谓的这种苦呢，就是分别念，就是虚妄分别念而已的，没办法，就是一旦我的这个分别念断了一合的话，那确实就像这个禅宗和我们密宗当中很多的高僧大德呢，真正在这个修行上已经悟到了这种境界，那个时候的话呢，那就是很美好的这种这个境悟呢，就是始终都是这个先前在他的这个面前了，这是无比的相处。可是我们凡夫人呢，天天都是。就是要么是你，要么是你，要么是对这个世间的不这个虚无缥缈的这些事呢，就是单着为这个事有，这是我们的个悲，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没有动到空性，没有动到这方面的真理的原因呢，真偏执是就执着这些法，这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需要值得这个去这个观察的啊，就这是我向的提到的，就是应该是第四个吧，就是第四个。然后第五个的话呢，我们平时要修一些安忍法哈，就是修这个对感受痛苦的时候，就是修安忍不管是你这个身体的痛苦还是心理的痛苦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安忍。这种安忍呢，应该是我们实践人呢，就是说这个坚强就是坚强在坚强的人呢，就是在痛苦面前是就是显得非常的这个伟大。以前那个。居里夫人呢，就是她说过，不管是我们遇到任何的痛苦呢，都不能这个屈服啊，就在痛苦面前是不能屈服。她自己的这个专辑我以前看过确实在她这个求学的生涯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苦心。包括当时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天气特别寒冷，在学校里面也没有这个钱呢，但是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是把这个椅子就是放在这个被子上，就是压着，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事例呢，在我们藏传的这个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龙钦巴尊者，龙钦巴大师。龙钦巴大师也是在三隐那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他只有一个口袋就是他这个白天穿的和晚上穿这个全部都是用这个来就是衣服也是这个口袋，就是麻布口袋就是然后那个这个怎么说就是那只有一件衣服就只有一件衣服，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苦性就其实我刚才提到一说这个一件衣服的时候呢，也想起了一个动物故事但是这个动物故事呢，可能你们也知道，就是蛮有意思的。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狐狸
就是护理，就是他的故事里面这样说的，有一个护理呢，他就告诉这个人类，说，你们呢就是不能动我的这个，我的这个衣服，我的这个衣服呢就是，我从妈妈这个生下来的时候呢，我还是穿这个衣服，晚上也我不脱，就是我只穿这个衣服，但是我只有这一件衣服。人啊，你们的话呢？你们有很多件衣服，你们如果吐你们如果我抢了我的这个衣服的话呢，那么我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我只有一个赤裸裸的肉体以外，就是没有了。我的生命呢，以此而这个付出。你们呢，就是不抢我的这个衣服的话呢，实际上你们还有很多的衣服。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动物的故事，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我们人类呢，确实我们吃的东西的话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不吃终身的肉的话呢，就是它只有这一块肉。如果我们吃了它，它的生命会失去的。如果我们不穿动物的皮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衣服可以穿的。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想一想，在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就比如说你以前特别爱吃肉的话呢，那就现在一下子不吃有一点困难，但是这种我们可以这个坚韧了、可以坚韧。我们这个就是不吃这个皮衣的话呢，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人，包括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话呢，他们也是有保护这个动物的一些协会呢，就是搞各种这个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体现他们的各种这个慈悲心啊。其实我们人类就是真的是遇到一些这样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自己啊这个坚强很重要的。原来美国的这个林肯啊，他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就是最这个他的伟大之处呢，就是他的这个坚强啊。他八次都是投选，两次都是这个伤于失败，但是后来他没有一次这个就是摧毁自己的这个心，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最终呢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这个总统。包括这个海伦克的一些故事啊等等，来这个说明我们秀恩人呢，就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啊，就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呢，也可以这个就接触你的这个痛苦啊。当然，我说的是方方面面的。为什么说方方面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生了病的话，那就是可能我吃中药啊，就是还要按摩啊，就是依靠一些种种方法。而我们现在遇到痛苦的时候，每个人的根基都是不想痛的，就是应该是依靠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药啊，就是这样才是应该是这个合理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六个的话呢，我们这个藏族当然就在那个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有实修的一个法啊，就是这种痛苦解除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种这个实修啊，就是这种这个实修法呢，就是其实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呢，就是有这个一定的这种这个功德和利益，但修法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是这个全智门和仁波切的修法当中呢，就是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呢，以这个双目啊，就是眼睛呢，就是直指这个虚空当中啊，就直指性空当中，然后心里面呢，就是不着什么这个不执着这种痛苦而这个放松，然后心呢就是。敬仰的这个广阔啊，就是广阔这个方，广阔就是在无边无界当中，就是不要去特别的去这个执着，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就是进行这个安住，坦然安住，然后呢就是就念诵就是达雅塔嗡措美摩那啊，就是嗡达雅塔嗡措美应该是嗡措美摩那那。大家他我们初母门内呢德卡他们苏华初母门内呢大家他初母门内呢多卡他们苏华多卡他们苏华，那么这个咒语念这个七遍21遍或者108遍的话呢，那么这个心里啊就是慢慢就是接触就是很多的痛苦，然后对这个人际关系啊，就是还有这个事件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不顺呢，就是因人而解啊，就是这个大家他嗡从祖母门内那啊祖母门内那啊就是德卡腾苏啊就是大家他祖母门内那德卡腾苏啊。就是这个你们如果能写的话，那就是也可以这样。其实这种方法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秀吧，这是一种秀吧。但实践当中也，我以前看过一个
一个画家的这个故事，就是其实这个故事跟我们的这个修法呢，就是有一些在心理放松方面是完全相同的。这位画家呢，就是经常把一个什么，你们也知道，就是白纸呢，就是上面有一个黑点，就是然后把这个白纸呢，就是放就相框，就是放在里面。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光是一个白纸上一个黑点，就是到底什么意思。但后来了解到，就是它有深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白纸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事情的空间，而黑点呢，就是指的我们痛苦的这个心呢，就是一直颠着这一点。其实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受到别人的谩骂，或者是受到别人的诽谤的时候呢，我可能心里很痛苦，就中饭都不想吃了，或者是我一直就恨之入骨的就想着。其实你除了这个以外，你心如果能放松的话呢，就像除了刚才这个黑店以外，还有白色的这个空间很大的啊，你的父母死了呢，就还有其他那么多人还没有死，就是也不应该那么伤心，就是那么苦，就是父亲死了还有母亲，母亲死了还有这个其他的人。如果你甘心就是受到了一些这个不顺的话呢，那么这个除了人不一定是为了这个甘心而活的，还有这个你生活的余地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所以说人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在这个海点上一直是团团转过了，就是转过了，一直是非常痛苦的。其实这种方法跟刚才那个麦克隆伯奇所讲的这种心底啊，就尽量的这个放宽，让我们在不要就是老是就是遇到一点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情的时候放不开。我在这个问题上面自己也思考过很多，然后后来也是修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确实是这个效果就是非常好，就是不知道大家没有信心可能不一定效果好，就是其实这个信心还是很关键的，就是实践人就是有些人认为是这个什么都是理性化，就是其实也不能就是什么都是也不能完全感性，也不能这个完全理性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像结合不知道的话呢，实践上的很多事情呢就是也是办不了的。有些这个就喜欢这个叙述的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信仰啊，什么这个价值啊，就这些都是一律不认，就是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很可怕的啊，就是就一提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见解的是有问题的，就除了自己的一些分别点啊，什么都不相信。但有些人除了信心以外，也对理论不承认，这种都不合理的。我认为还是应该是站在这个中道啊，就是站在中道是最合理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刚才觉得现在世间人们有些修法跟我们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这个相同的啊，就比较相同的。在这样修行的话呢，心就是越来越这个宽松，越来越宽松的话呢，我们人老是在一个小小的问题上面呢，就是始终都是把它就是放不了，就是一直惦记着，一直制止着。其实这个以外呢，还有很多这个生存的空间。原来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在那个自己的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然后呢非常痛苦，就是他就不想活了，就是他在这个成都啊，就是他租了一个车，就是跑到那个嚷塘的那个大草原上，嚷大草原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大草原上，我原来也去过，就是好像十几公里的是这个无边无垠的，就是这个特别特别宽阔。然后在那里呢，就是他就下车，就是下车一个让车司机就走了，然后再住在那里，然后大声的呼唤呢，就是痛苦的看。后来看到是这个天空也是无边无际的，这个草原呢就是也那么宽阔，好像他一个人在那里喊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如他的心呢，就是也跟虚空那样，就是宽阔无垠的话呢，可能会原来的痛苦会不会消失理解。后来他这种方式来呢，完全都是已经没有什么痛苦了，就觉得是我这样像蚂蚁一样在这里喊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我的心宽阔的话呢，心确实是有一定的寓意，只不过我们凡夫人呢，心就是一直是这个制住束缚住，这样的时候越来越痛苦。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成就者一样的，就是任何一个痛苦呢，没有把它当作有一件事情，就是让它已经消失了的话呢，有救的。我们在入心论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失败的时候呢，你有救的话，那就是你就可以救它，就是也不需要痛苦的。如果你这个事情已经完了，就没有救了。没有救的话呢，你哭了也没有用的。就所以这个理论是非常这个好的，就这是理论上破的。你想一想，就是比如说你的父母死了呢，
那你不要痛苦，就是他就有没有复活的办法，又没有的话，那你再哭了怎么样也是有不了什么，你该解决的该解决。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有办法的话呢，你不用哭了，就是就马上把它弄好了就可以。可是真的能想得开的人也多少人，就是应该可以。只不过我们呢，确实在长期的对大乘佛教的这种理论当中呢，就是去这个进行这个就是去学习啊。我本人的话呢，不能就是完全的说是啊，我什么的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我完全就是可以这个面对，就是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至少也是我以前就是没有就是如此的这个彻底的学习以后，现在我这个学了这么多年以后，以前我的这个家人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家人是哪呢？完全都是不同的，这一点是这么多人面前我也不会说妄语，不必要说妄语，你们也没有给我考试你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对这个学习佛法就是遇到痛苦的人呢，我们经常想遇到痛苦的人最好不要寻找就是其他，你也不要没有必要去自杀，就是生命是很可贵的，就是没有必要去自杀，也没有必要去什么其他的这个吸毒啊，就是吃什么各种这个听说是我都没有看见过，但是听说是什么腰托丸啊什么什么，有好多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吃了以后也对你身体也不好，就是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就是解这痛苦，应该是看一些那个佛书啊，就是有一些真正的高僧大德的一些开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佛的这些书呢，好好的，就可能还是要深入的去这个挖掘里面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候呢，你从根本上就是现在有些中医说是治根，就是应该是从根本上呢，哇，原来是我们在很多这个学习佛法的人都是精神在这个体会当中原来没有学佛法的时候呢，好像人生都是非常盲目的，但后来学习佛法之后的话呢，真的是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他们觉得是如果是金钱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解决就是这么多的这种问题，就是不一定受到这么多的快乐，但是通过学习佛法之后的话呢，好像就确实很多事情都是已经想得开了，就人生呢到底获得是什么样的目标呢，都已经这个就非常清楚了，就这是有很多人的这样的感想就是所以呢，我也建议呢，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这个学生这个老师，大家都是先生就也许是你们里面就是肯定有很多诸佛菩萨的画像，但是我看起来的话呢，就看不见就是真的这个哪个是佛，哪个是菩萨，就是第几地菩萨就都看不见。但实际上，如果是佛这个先贤的话呢，就是我就不另当别论，就是那如果我们一般的像我一样的这种话呢，我还是建议就是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来这个治这个痛苦的根本，就是这样的话呢，完全。那么最后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最好的是密宗的这个大圆满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法。那这个呢，就是修过这个观顶啊，修过这个假心啊，这样以后的话，那就是才能讲。但是这个我从个人的这个体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是最简单、最受益的，而且呢，就是非常这个直接的，就完全都是通过你的这种关心呢，就是烦恼即菩提，认识你的这种痛苦的本性就不需要从中观一样，就是长期的这种去观察，就是去这个分析就不需要的就去一个直接的这种认识，依靠上师的一个窍诀呢，《六祖坛经》里面烦恼即菩提的这种道理。真正你升起这种非常痛苦的话呢，明明的当下的你的那种决心呢，就是这个觉悟的一颗心，那这是禅宗和密宗当中呢有一些特别的窍诀，就是这个是可能就是真的是有一些信心的人才可以的，一般的分别心特别重的这些人呢都不能就念这个法本的不能看，现在有些人偷偷的去看呢，分别念很重，邪见很重，他根本动不了，就是这是看一看法本而已，法本的内容是对他来讲是根本没办法的，就是这是这个外面的智和魔，就是这个魔迹看而已，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呢，应该是我们不管是禅宗也好，大圆满的这种这个密宗的这个有缘的弟子的话呢，都是依靠自己的一种这个心性来，就是最后就是获得这个正悟的，就是所以说呢我非常希望呢，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这个努力呢，就是接触我们这个世间的就是各种这个痛苦就这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那么最后呢我也这个从这个世间的一个角度来讲呢，要我们改变这个整个世界就是快乐幸福的话呢，是从那个自身做起，以前印度和平主义的这个
这个甘地先生呢，就是他说过，我们要改变世界的话，那就是从自己开始做起，从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也是使自己起意，就是要跳过自己的心意和呢，才能就是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通过就是经常这个关心，经常呢就是了解这个佛教的这个真理之后呢，接触这个自他的这种痛苦就接触自他的痛苦。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我的一份这种希望吧就是这种这个建议呢，就是希望对我们的这个在座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利益，哪怕是减轻你一瞬间的这个痛苦你获得了这个一瞬间的快乐的话呢我也觉得值得。谢谢大家。